台东县议会十月二号进行了审查台东县府百年各局处单位预算审核，每位议员们都相当仔细的审核各预算。省长，这我现在很奇怪，所谓的人事会，换言之就是说，政府考试的官员不算，那为什么会成长？然后考试的官员为什么要加派人手？那我更怀疑我们的预算的问题。高伟明的这样报道。